那么说那张照片是真的？我是真的打算要告诉你的。什么时候告诉你？结婚十年后吗？还是二十年后？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？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，现在根本就不重要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？你应该早早的告诉我，而不是我从别人的口中知道这件事。真正曾经欺骗过我的人是你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这么跟我说话。走开过去。王静，14个老婆，幸亏我发现的及时，否则真上当。